为了因应台风豪雨来临时桥梁道路安全和交管措施，大武公路段25号在金轮大桥进行了防灾演练。为了用路人安全，把实施道路双向封闭管制。如果要往来台东、屏东方向的民众呢，必须要提前改走金轮市区，请用路人多加配合。为了因应台风豪雨来袭时桥梁防护应变与安全管制等措施，大武公路段25日将进行防灾演练，首次选在金轮大桥举行。而为了用路人的安全，金轮大桥也将实施道路双向封闭管制，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围及指挥管制通行。这一段期间我们就是有封桥，然后从9:30开始到11:30，这一段期间我们就是年度的演练，我们段里面每一个年度都要举行一次。那我们现在就是除了隧道以外，就是现在桥梁这边今年的第一次，就是要应付我们台风豪雨来的灾害演练。道路封闭时间从早上9:00至中午12:00，共3个小时。这段时间若要来往台东及屏东方向的民众，需要提前改走金轮市区，请用路人配合。记者蒋文杰台马里乡报道。